带人犯，带人犯，对，好，行，快点，好，快，邓志杰，你本有一妻二子，却骗婚公主欺君罔上。你妻子金香雪携子带女风餐露宿，千里迢迢来找你，你非但不认，反而唆使你心腹韩琦在他们回乡的路上杀妻灭子，斩尽杀绝。杀了那韩琦良心未泯，不忍下手，又觉得有违你的使命，自杀身亡。你又倒打一耙，勾结县衙，诬陷金香雪杀害韩琦。县衙昏官竟逼金香雪画押，判他们去充军边陲。你毒如蛇蝎，定要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。你还收买了两衙役，在他们充军的过程中谋杀他们母子，可怜他们母子三人在性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，幸亏遇到了甄侍卫，才死里逃生。岂有此理，怎么干什么？嘘，邓志杰，你泯灭人性，丧尽天良，罪大恶极，罪不容恕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你敢杀吗？梁惠才，我是驸马爷，你敢杀我吗？你敢杀我吗？来人呐，有龙头铡伺候。快，好，走，放开我，快点，你们放开我，快走，放开我，快走，放开我，快点，跑，走。饶命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饶命啊大人，饶命啊大人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饶命啊，放开我，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饶命啊大人，开，饶命啊，开，好家刀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，母后，母后，母后救我，母后，刀下留人。刀下留人，苗大人。刀下留人，苗大人。公堂接驾。臣等叩见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苗大人，你眼里还有哀家吗？回禀太后，太后乃一国之母，臣等怎敢眼里没有国母啊？既然眼里有哀家，那你就把驸马给放了，她是哀家的女婿。太后，臣这是依法办事。法是谁定的？法是圣上定的。是圣上定的？圣上乃哀家的儿子，你不明白吗？回太后，臣已经查明，民女金香雪却是郑志杰的结发妻子，另外还有他那对儿女，就是他们的亲生骨肉。不是说民不告官不究吗？这个
我要见那个女人。宣金香雪觐见。真是狗仗人势啊。不过我倒觉得至少驴头魔第48个邪恶亡魂要泡汤了。我看未必。大哥，难道苗大人敢违抗太后的懿旨？哼，我赌他赢。大哥你呢？我当然是希望苗大人他不畏强权，但是呢又不想那个驴头魔就此得逞。你还真是纠结呀。金香雪，哀家是要给你一个交代。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总得有个结果。哀家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我知道你有一对儿女要抚养，对吗？哪事？奴才在。这是太后御赐给你的500两银票，快收下谢恩吧。我不要。你。苗正。臣在。你去劝他把他收下。臣遵旨。金香雪，这是太后的一番好意，你就收下吧。虽然你没有了丈夫，可是今后你还要过日子，还要抚养两个孩子。这张银票你带回老家去吧，好好的抚养你的孩子。但是切记，让他们长大以后做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做官。苗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回禀太后，若是没有政治节做官，岂不是就没有今日这场悲剧了吗？你金香雪，本府话已至此，你就收下吧。我不是来卖丈夫的。你大胆。来人呐。在。将人犯郑志杰抬上龙头闸。是。你敢。太后，郑志杰罪大恶极，国法难容。你今天要是敢斩了郑志杰，我就革了你的职，罢了你的官。微臣宁可不要头上这顶乌纱帽。大人。也要将驸马治罪。你竟敢违抗哀家的旨意吗？来人呐。虎头铡伺候。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救我！母后，母后救我！母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挟持哀家！微臣不敢。那你为什么把虎头铡抬上来？若是太后不让臣治罪驸马，
那就请太后下旨杀了微臣。微臣氏是皇家饭，拿皇家的俸禄，却杀的是皇家的人，确实大逆不道，请太后下旨吧。你以为哀家不敢吗？谢太后。海闸，你母后，母后，一定要救我，救我，母后，你母后，回宫。母后，母后，你救我！母后，你救我！母后，母后，你救我！母后，母后，你救我！母后，你救我！母后，母后，你要救我！母后，我知道错了，母后，你要救我！母后，母后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，我求求你救我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你救救我，放过我，你救救我！我还不想这样呢。但是当初，你对我跟孩子下毒手，你想过我们吗？你，我不想这样的，你救我，你救救我！扎！啊！耶！你耶什么耶呀？啊，郑志杰被查，驴头魔只要再摄取一个邪恶亡魂，他就凑齐49个了。耶耶耶！我真不知道你这脑子里怎么想的，还耶！开闸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我！大哥，我和三弟去降住他。三弟，走。哎，慢。一个问题，必须的。问吧，不过你快点啊，这咒语我好久没念了，我怕记不住词儿啊。我尽快，我尽快。
驴头魔，我来问你，你怎会变成这般模样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这个魂魄有些邪恶，邪恶的过头了，有些不良反应。屁话，什么不良反应啊？这太奇怪了吧？不用奇怪，所谓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呀。你老实交代，你究竟是不是妖怪，是不是驴？驴你个头！驴我个头！小小，你这不是驴耳朵，难道是猪耳朵吗？滚开呀！天师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，赶快出剑呐！多谢二老神相助，有大将出马，果然是马到成功。哎，自己认，不必客气。好，至于这是个什么魔，我自会查清的。钟哥哥。嗯。好。原来传说中的二郎神不过如此，看来你的威名也只是个传说呀。雷头魔，你高升你别跑。这是个什么东东啊？阴阳八卦阵。阴阳八卦阵。嗯。天师，他不是魔。嗯。是魔，既逃不过本座的神拳，也逃不过天师的降魔剑。哦，难道他是仙？他不是仙，是仙，他逃不过我的第三只眼。那他是什么？半人半兽吧。天师，本座已无能为力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告辞了。喂，我半人半兽。哎，我怎么这么背呀？老是碰上一些变态的玩意儿，岂有此理！大哥！救命！好。二弟，你抬头。韩岩哥哥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韩岩哥哥他受伤了，把他架起来。二弟，你没事吧？哪个孙子在沙滩上撒了泡尿啊？二弟，你没事吧？韩岩哥哥，为什么身上有个洞啊？二弟。得意什么？你得意什么？是你？你以为你成功了吗？哼，难道不是吗？我吸了48个邪恶亡魂，降魔剑、神拳、金圈都奈何不了我。另外，我已经精通了你的阴阳八卦布阵，什么三只眼、四只眼、天师、地师的，全都不是我的对手。那又怎么样？再有一个。我就凑足了7七之数，到时候我就可以成为魔界的魔王，能够掌握魔界，把你们的法术全都变成我的手段，之后我就能真正的变成一个人，而不是一只没有灵魂的纸驴。到那时，我会成为魔界之主，将全世界变成魔界。孽障，你这个孽障！我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你给杀了，就像老话里说的，卸磨杀驴。驴你个头！你以为你真是魔头了？
我真后悔当初就不应该把你从纸上变出来当我的坐骑。这么些年我对你不薄，还叫你乖乖驴，可是你呢，跟我包藏祸心，竟然趁我不注意就偷我的功法，还到处惹是生非，为非作歹。怪我妇人之仁，一直念着你的好才没有追究，现在你竟然要摧毁世界。既然是我留下的祸根，我就该清理门户啊。我没有包藏祸心，我只是希望能有一颗真正的心。你不明白的，你永远都不会明白。其他的坐骑都有肉身可以修炼成人，而我作为一只没有灵魂的纸驴，就只能一辈子是纸驴。我不甘心，我要做人。你就是能修炼了，你也是只没有灵魂的孽畜。你私偷功法，残忍的以魂魄为食，没想到我的三昧真火都烧不死你。我什么？奈何不了我了吧？我怎么会是驴？我怎么会是驴？我要做人！我要做人！我要做人！呀！啊！啊！怎么搞的？就差一个，七七四十九，就差一个。Why？ 原来是他。为什么两个都是好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老天偏偏不帮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连差一个都不给我，只差最后一个，你竟然不让我成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给我？啊！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彻头彻尾的好人。人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面对过诱惑。我要去引导他们，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恶人，最后吸食他们堕落的灵魂，剩下的只是享受成功的过程。黑暗的灵魂，堕落的灵魂，你们全都不是我想要的，全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可是我别无选择，这是我要做人的代价。大嫂，苗大人有请。大嫂，大嫂，还我丈夫！还我丈夫！大嫂，还我丈夫！大嫂，还我丈夫！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你先放手！有什么话，我们向苗大人讲。还我丈夫！大嫂，有什么话，我们向苗大人讲。娘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问你话呢。哼，哑巴吗？我是来收尸的。好了好了，安静安静。韩宁哥哥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？是碰到驴头魔了？没有啊，没有看到驴头魔。当时云山雾罩，天旋地转的，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就知道转个不停，还老有东西攻击我们。是什么东西看清楚没有啊？有棍子。棍子？哎，小孙，你头怎么了？我头上的包就是被棍子敲的。被棍子敲的？哦，还有圆竹子。对了，海燕哥哥，没事，这点伤没什么。完蛋了，穿堂火了。海燕哥哥，海燕哥哥是为了救我，他就在我头上飞过，我看见有竹子的结。竹子的结？对了，钟哥哥，还有扇子。扇子？是铁扇公主给孙悟空的那把。对了，还有花儿。花？我看见的那个好像是喇叭花。喇叭花？钟哥哥，我也看见有花了，还有一道光。啊，是剑。好一个阴阳八卦阵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有啊。驴头魔到底使的什么怪法术？哎，你们的父亲哥哥呢？韩燕哥哥打开乾坤伞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见到父亲哥哥。哦，小小，我们在这里守着，你去把父亲哥哥找回来。遵命。奉公主殿下之命，前来迎接驸马爷的灵柩回府。这里躺着的不是驸马，是府衙的罪犯。你是外星的，耳朵长肚脐眼上了，听不懂我说话呀？快把棺材放下！没有苗大人的指令，休想！哼，我不想。我要抢，你敢？慢着，他是我丈夫，你们要抢就先杀了我。娘，娘。还有他们两个，都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你们杀了我，杀了他们，你们再抢。你以为我不敢呢？哥几个，今天给你们来个一锅烩。给我上！放手！你们这几个大老爷们儿，欺负一个女人，好意思吗？呸！丢人！哪儿蹦出来的小兔崽子？不想活了吧？该死的是你，小兔崽子，我宰了你！我在这儿呢。啊！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大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大哥？小兔崽子，给我宰了他！上！呀！好啊，小兔崽子，我宰了你！呀！我还没点着呢，你也太会装了吧！兔子！
们，让你欺负女人。谁想死？我杀了你！这样就晕了？胆子这么小，还敢出来闯荡江湖？我呸！父亲哥哥，你在哪儿？哎，你都可以当小武打明星了，回头啊，我给你指点几招。钟哥哥让我来找你的，寒烟哥哥晕过去了。啊，父亲哥哥，我们走吧。可是现在姬香雪有危险啊。他是凡人，凡人的事我们管不着。哦，那个苗大人来了。啊，有他的就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姬香雪，回家之后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尽管告知本府，我们大家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大人，大人，你快请起。大人，我只是个可怜的女人。哦，我不可怜你，金香雪，因为你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子，郑志杰真是瞎了眼，他不配做你的丈夫。金香雪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自己，你要勇敢地面对现实，好好的活下去，我们都是你的朋友。金香雪，这是200两银票，是我们大家给你凑的，你带回家去，接济日常生活。不，不，大人，快收下吧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不，大人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双手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。诸位大人，你们的大恩大德我刻骨铭心，永远难忘。宁儿，心儿，咱们给大人磕头。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啊。再见，听妈妈的话啊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那我们告辞了。再见。娘，娘儿乖。包子。娘。刚出笼的包子。我肚子好饿呀。热腾腾的包子嘞。乖，要不要包子？咱们去买包子吃。包子。走。刚出笼的包子。有菜的，有肉的，有豆沙的，你们要哪种啊？我要肉的，我要有菜的。好。我听说那儿姑娘不错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去。是吗？我们就住在这儿。快走，就在前面。公主，金香雪已经离开了府衙，住进了悦来客栈。公主是不是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？是让我杀了她给驸马报仇吗？她骗了我的感情，欺骗了我。男人本身就没有一个靠谱的，可是驸马爷在世的时候对您是言听计从，体贴入微，那是因为我是公主，他想讨好我，利用我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如果真能这样一辈子，也不失为一个心好男人呢。可他抛妻弃子，杀人灭口，如此心狠手辣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女人，您和驸马不也过得好好的吗？
而且重点是，一个高高在上的公主殿下，怎能因为一个乡下女子害死了丈夫而没有一点作为呢？岂不是有失皇家的脸面？那个女人让公主这般痛，就是死罪。你退下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。二哥的背后怎么多了双眼睛呢？三弟，那是你大哥的眼睛啊！啊！二弟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就是觉得有风，冷飕飕的。快，披上衣服。哥，哎，大哥，这个洞就补不上了。这样也好，到三伏的时候。我比你们都凉快，因为我身上比你们多了一个通风口。好了好了，知道搞笑呢，就说明你好一点了啊。到城里找个补锅的，他绝对补得上。哎，傻小子，你以为你寒烟哥哥是铁锅，说补就补了？要我说呀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咱们找那个驴头魔去。对，只要我们合力消灭了驴头魔，寒烟哥哥身上这个洞呢，就自然补上了。好了，你到这休息。你们照顾一下寒烟哥哥啊！大哥，没事吧？大哥，哎，辛苦了。不辛苦啊，我只是很担心寒烟。二哥没事吧？没事，吉人天相嘛。哎，三弟，你看，我有时候在想啊，如果有那么一天。天地之间没有了妖魔鬼怪，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啊！我们兄弟三个人就可以自由自在，不必受那些琐事的牵绊。也许我们就可以像这些鸟儿一样回家了。我怕回家。哦，为什么？你看那些书我都烧了，现在连个图片都不敢贴，太没意思了。哎，三弟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这些啊？其实，金香雪更怕回家。哎。你怎么又突然说到他了？咱们说到回家了吗？我就想到他了。大哥，我们就真的不管他了吗？三弟啊，你跟着大哥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是不明白啊？我们钟馗三人组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降妖除魔，至于人世间的事情，我们是无权过问的。大哥也知道金香雪很不幸，但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啊。别人的不幸我没看见。可金香雪的不幸就摆在我们面前啊！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没有责怪你啊。嗯，说实话，我也很同情她的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帮她，但是我们不能管啊。就像苗大人所说的，他是朝廷命官，管的是人间之事，至于我们三个人嘛，管的是妖魔鬼怪。嗯。
钟馗叩见菩萨。我知道你二弟得病了，我是给你送药来的。多谢菩萨赐药。哎，菩萨。二弟，快醒醒！大哥，三弟，嗯，三弟，你过来。嗯。三弟，你告诉大哥，你是不是真的想帮金香雪？是啊。大哥，你同意了？嗯。嘿嘿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哥，我帮她不仅仅因为她是女人，更因为她是个弱者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去。嗯。大哥。我跟你们一块去。喂喂喂，你刚刚恢复还是在这里休息，等好了再来也不迟啊。那你们小心点。你也小心点啊。说话，谁啊？是我。我刚才不是在做梦，真的是你？你就这么不愿意见我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干嘛这么恨我？我们好歹夫妻一场啊。你知道，我只是想要回我的丈夫。是你亲手把自己丈夫送进鬼门关的。不，是你要杀了我和孩子的。是你逼我的。我本来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，是你把我逼到了绝路。我只是一个毫无背景、毫无势力的穷书生，我十年苦读才中了状元，想要在京城这个花花世界里出人头地，但是偏偏遇到你，是你让我变成了这样，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人。我只有杀了那些知道我秘密的人，才能继续下去。我没有办法回头，是，我是罪有应得，你满意了吗？两个孩子这么小便没有了爹，将来怎么过？人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个恶名昭彰的父亲，是他们的母亲亲手杀死了他的父亲，你让他们怎么面对？对，他们一生都无法摆脱这个噩梦，你舍得吗？等待他们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痛苦啊。别说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，在他们还没有遭受痛苦之前，掐死他们，掐死他们，让他们安静地去吧。不，不，来吧。我不能。今生已经无望，已经无法挽回了。
白吧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不如大家一起解脱。我们一家四口还可以重新来过。只要一想，就再没有痛苦了。这是天意，只有这样才可以脱胎换骨，获得新生。难道你要抛下他们，让他们孤苦伶仃，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吗？你希望看到这样吗？啊，痛快地解决吧，动手啊。在你的手上，你想清楚。是不是这个房间？我也不清楚，再找找啊。哎，啊，我们奉苗大人之命来保护你们母子的安全。谢谢。没事了，大家出去吧。打搅了。大哥，戴斗篷的男人是吕土魔吗？依我看呢，一定是他。这么说，他想害死金香雪？吕土魔如果真的想杀死金香雪，那金香雪还会有命在吗？
也对，那金香雪是自杀，这个驴头魔在搞什么名堂？总之呢，秦香雪她不是一个软弱的女子，要自杀的话也不会等到今天。我感觉一定是驴头魔在搞鬼，要金香雪做他第49个邪恶亡魂，他在炮制。炮制你懂不懂啊？不太懂，不过大哥我觉得不太对劲。怎么不对劲？我本来想要抱他，结果手还没到他就掉下来了。哦，快回去看看。嗯，做的，你看，这里都快断了。啊！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个驴头魔也太恶劣了，简直是罪大恶极呀！但他没有想到啊，金香雪宁可自己死，也不忍心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。那金香雪怎么办呀，大哥？我本来担心公主派人杀了她，这下可好，连驴头魔都在打她的主意。哦，有一点你不必担心呢，金香雪在没有达到驴头魔邪恶的要求之前呢，她一直是安全的。这么说，我们还有时间。哦，二弟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监督驸马府，不能放过那里的蛛丝马迹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三弟啊，你呢，继续保护金香雪。三弟的话提醒了我，金香雪是怨，公主是恨，恨比怨更容易生恶呀。公主，公主，驸马，公主，是我，我是驸马。你不是被砸了头了吗？对，是苗黑子杀了我，可是阎王爷呢，他觉得他冤枉了我，我苦读十年寒窗，好不容易中了状元，好不容易当了驸马，最后却因为金香雪的一面之词就被杀了，我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杀呀。公主，我是冤枉的。嗨，没事吧？公主，一定要帮我报仇，我是冤枉的。公主，我是冤枉的，一定要帮我报仇啊！公主，殿下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了？有妖怪！有妖怪！怪了！快找！妖怪！妖怪，就是哪儿啊？公主，没有妖怪。没有啊，公主没有啊。
公主，你别无选择，你只能给我报仇。殿下，好了，告退。殿下，御医说你没事了，只是受了惊吓。公主，府里里里外外都搜遍了，没有妖怪。好，没事了。昨天夜里，就是詹侍卫护着那个女人，寸步不离。要不是她，金香雪早就死了，也就轮不到驸马爷上龙头铡刀了。我得想办法，早点把她调回宫里。对，让她回到皇宫。公主英明，只要没有她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金香雪现在在何处？还在悦来客栈，他们正准备送她回乡。派人给我盯紧了，我自有安排。是。又是你。公主要见我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驸马呀，我来就是要见你，请你一定为我报仇。可是上次你的舌头，我自己也不想的。我被妖魔缠身，如果公主一天不为我报仇，他们就时时刻刻纠缠我。我别无选择。公主，难道你忘了，过去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日子，我是真心想一辈子对你好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不要再说了，太迟了。都是金香雪那个女人不好，她毁了我的前途，毁了你的幸福，也毁了你的一生。难道你不恨她吗？你一定要杀了她，公主，一定要杀了她！不要逼我。你是公主啊，至高无上的公主，啊，现在你却被一个贫贱的女人夺走了你的丈夫，成为了一个可怜的供人耻笑的寡妇，你难道无动于衷？你一定要为自己争一口气，一定要为我报仇，一定要为你自己报仇！不要再说了，我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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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殿下，殿下，探子来报，府衙请了万宝车行送金香雪回乡，明日天亮出城，到时马车会经过黑风口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要杀了金香雪？就是为了那个男人吗？他欺骗了我和金香雪两个女人，还有两个孩子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因为我是公主吗？殿下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我真想知道我们两个到底谁更可怜。公主殿下，其实您大可放心，一切都不关您的事儿。是底下那些奴才要为驸马爷报仇，即便是出了什么岔子，
也和您无关。备轿，我要进宫。是。看着啊，没有，哎，没有，放进去，哎，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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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转，转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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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，转，转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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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大哥，小朋友，你们都上当了。哎呀，哼，哎，你来猜猜啊，这个，错了，杯子里什么也没有。哎，看清楚了啊！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呢也没有。哎，哪儿去了呀？啊，灵儿、心儿吃饭了，带我玩一会儿吧。快来，上楼洗手了啊！妈妈叫你们呢，快去吃饭了啊！快去，吃完再玩啊！娘来了，娘来了、哎，慢点儿，小心点儿。三弟呀，快走吧。嗯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黑风口。如果从南门走呢，黑风口是必经之路。公主怎么会这样啊？公主没有当场表态，她就匆匆进宫去了。大哥，那个人就是公主派的暗探。去盯着他，我去看着金香雪，小心点儿。是是，嗯。唱的是河南梆子，你们南方人听不懂。夫人，您一定是高官的内眷，衙门才给您包车。不是您呐，我这辈子都轮不上和青天大老爷说话。他们都是我们的大恩人。大叔，你小心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叫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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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赵武，你把他们盯好，我去前面看一下，之后我们再会合。好，叫。如果在这儿打埋伏，不要说是一辆马车，哪怕就是一支军队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。哎，那怎么没有动静呢？哎，看那块石头。这样的石头到处都是啊。不不不，我觉得这块石头不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。不错，这块石头被人动过了。那到时候它不会自己滚下去吧？哎，你们看。驴头木，大哥，马车来了。二弟、三弟，你们盯住驴头木，马车那边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贸然行动。嗯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。小心！大嫂，快走！快！
大哥，你看。啊！有鬼！有鬼！快跑！快走！又想灭我，今天没时间没空。是你救了他们，你知道就好了。哼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啊，一头蠢驴。你说什么？说驴蠢呢、啊、蠢就蠢在他不自量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驴除了拉车转磨，剩下的就是给人当当下酒菜了。你居然还痴心妄想想做魔头，你说你蠢不蠢呀、啊，我看你简直是蠢上加蠢，驴中的极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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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呀！天童百战，哈！大哥，搞定了！哼，天下的妖魔鬼怪就没有我们搞不定的。这回他变不了纸了吧？啊！你们杀不了我，我始终都是不死之身。大哥，你看，张国老。大哥，我去追他。嗯。这个张国老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为什么老是躲着我们呀？我也想问问他。三弟，没追上吧？哎呀，人家到底是资深老神仙呀！驴头魔怎么那么厉害？脑袋没了还能变出来呢？我也是不明白，天底下有如此厉害的驴吗？我觉得张国老他一定知道这个秘密。哎，那金香雪呢？哼，真是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啊！什么时候都忘不了惦记漂亮的女人。她呀，早就被衙役们带回府衙去了。啊，带回府衙。叔叔再见，叔叔再见。大嫂，慢走啊！再见啊，杏儿、宁儿。再见，再见，叔叔再见，再见了，我们走了。啊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悦事谁家院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我算是大彻大悟，
是你的挡也挡不住，不是你的留也留不下呀。马爷了，他在哪？就在池边回廊。刚才奴婢看得清清楚楚，一把折扇边摇边晃向这儿走来。你没看见他的人？没有。殿下，都说那个在白天是见不得阳光的，只能在夜里出来。闭嘴，退下。是。天下人都可怜金香雪，可有谁关心过我吗？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。我是公主，可我也是女人。金香雪是可怜，可她毕竟和她一起生活了十年，还有一双儿女。我呢，什么都没有，还背了个抢人家老公的恶名。我是被骗的，我不知道他有老婆。我要是知道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他。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丁义他正被苗大人通缉，现在满城都是他的通缉令。他倒是雷厉风行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尽快让丁义回来，我找机会会会苗黑子。哼。你在干什么？好像有什么东西。驸马，是你吗？驸马。他不是死了吗？你退下。是。驸马，是你吗？如果是你，你能出来吗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真的是你。本府更担心的是，公主恐怕不会放过金香雪的。是啊，现在天下的百姓都在关注金香雪的后续，可以说是朝野瞩目啊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我们还得管她一辈子啊？这倒不必，但是起码也要保证他们母子的安全。嗯，凡事总要有个始末嘛。金香雪已经如此不幸，我们当然要管，而且一管到底。干什么？不成功变成人。公主驾到。你们这么多人，连个女人和小孩都搞不定，你们还有什么脸回来见我？殿下，属下无能，来世再为殿下效力。救了金香雪，是你？你不是要报复他吗？你不是让我杀了他吗？哼，我要折磨他，生不如死。
我没这个闲工夫。别在我面前耍公主的脾气，你要记住，你要折磨她，折磨金香雪，迟早你会明白，折磨一个人远比杀死一个人有趣的多。变态！我可以告诉你，我需要你邪恶，只要你的邪恶才能帮助我脱离苦海。你胡说，我有那么邪恶吗？你会的，谁都会的。你想要的一切我都会给你，只要你照我的话去做，知不知道啊？本恭候公主殿下光临。我现在蓬头垢面，哪里来的光？公主是来问罪的吧？若是问臣的罪，那咱们就公堂上见。你就这样对本公主说话吗？我告诉你，小心我告诉皇帝哥哥摘了你的乌纱帽。臣当然相信公主有这个本事，从臣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已把项上人头置之度外，更何况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了。好，算你狠。敢问公主来此处所谓何事啊？虽然你斩了本公主的驸马，我恨你也恨那个女人，但我乃一国的公主，不能让人家说我不明事理，所以我非但不跟你计较，还准备跟你苗正合作。合作？带上来。是是。他就是郑志杰的心腹，也是意图杀害金香雪的凶犯。怎么样，算不算奇招？奇招？一点作用都没有。火候未到，还要再加把火，而且要加猛虎，后面就看你的了，看你够不够狠。你现在手上攥着两个人的生杀大权，一个苗黑子你可以杀，另一个金香雪你只能逼，而且一定要逼死他。你怎么这么狠呢？我不是狠，是走投无路。你不可能了解我心里面那种痛苦。如果他不死呢？那就是你死了。我死？你疯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不能解脱的话，到时候你就能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根本就没得选择。你有，你可以选择。你可以选择金香雪，你可以选择令他变得更邪恶，他就能替代我的痛苦，成为被妖魔纠缠的对象。到那个时候我就放了你。嗯？请问这位兄台？哎，二哥，哟，你怎么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看呢？我是看那个色眯眯的家伙。和你一样，那我得好好认识一下。我是负责保护他们娘仨的。
三弟，你放心吧，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亮太也不敢妄为。就是。状况，这位美女，你好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嫂子，王兄弟，这么巧，你们不是要走旱路吗？哦，你们这是要去何方？有句话叫做“百年修得同船渡”啊。这么俗套的开场白啊，兄弟，你 out 了。你没看出来吗？人家一点都不喜欢你吗？这该来的都已经来了，这该走的怎么还不走啊？走，走，走走走。嫂子，这是我二哥。嫂子，您不好意思，刚才吓到你了。行行好，小姐。先生，行行好。好吃吗？啊，我给你一次做人的机会。大人，都不用上刑，刺客就供认不讳。他说他是驸马爷的宫女，名叫如风。他是由公主派来的，说是。说呀，说是来取大人的脑袋，说是天亮。要说你就说，吞吞吐吐的干什么？说，天亮是驸马爷的头七，公主要祭奠。人呢？把他绑起来！走，走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绑起来！起轿。
启禀皇上。你杀了朕的妹夫还不够，还想杀我的妹妹吗？臣不敢。不敢？奏折里写的是清清楚楚，如此的无视王法，如此的践踏朝纲，如此的灭绝人性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这些个点点点点是什么？这个岂不是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吗？大胆！皇上，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臣想要皇上知道，驸马府谋杀金香雪，刺杀臣确有其事，有证有据。臣想让皇上恩准，按大宋律法惩办。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不相信公主会这样无法无天。来人。在。宣公主上殿。是。恨他，他让我成了寡妇，我不应该恨他吗？恨到想杀了他。杀了他？如果哥哥愿意。你不是都已经做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人家把刺客你的宫女都带来了。刺客？我的宫女？进来吧。遵旨。打开。是。那个口袋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回禀皇上，微臣我亲眼所见，将刺客严严实实的捆绑后装进这口袋里，微臣也不知道怎么就神奇的消失了。哼！哎，皇上，皇上！苗大人，臣在。你这么兴师动众的到皇上面前告我御状，你倒跟我说清楚，什么刺客，什么宫女？殿下可有个叫如风的宫女？如风？我宫里从未有过这样的人。不要再说了，回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朕会再给你解释的机会。遵旨。太后驾到。一定是妖魔无疑，我们亲眼看着他被捆起来了。可妖魔为什么要陷害公主呢？还有那个丁义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算了，匪夷所思的事情就不要在意了。我担心的是有人借此生事啊。你是说太后？太后一向宠爱公主。圣旨到。苗正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南通州蝗虫成灾，特敕封苗卿家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巡查。钦此。臣遵旨。